前两天呢，我们这个最大的生态缸啊，不是经历了一次浑水嘛？浑水浑得很厉害啊。然后最近这两天呢，就有很多粉丝小伙伴纷纷过来询问啊，过来关心，对吧？这个大的生态缸水体有没有恢复呀？今天啊，给你们看一下吧。啊，基本上恢复了啊，还有一点点啊小浑，但是问题不大啊。哈哈，之前很多人说啊，说这个缸浑水啊，是因为里面的消化系统崩溃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因为喂食过量啊，或者是养鱼过多啊导致的水浑啊，其实都不是啊，究其原因呢，就是里面这个小茅屋啊，还有这个枯枝啊坏水导致水浑啊。你轻轻的去闻这个缸体的水体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还有一股朽木的味道啊，其实呢就是这两个东西坏水啊。然后经过这两天啊，我一直给它换水啊，你看我都存了两桶水啊给他们换的，换了两天啊，大概是每天啊换个三分之一啊，换了两天水之后呢，这个缸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估计啊再换两天呢，这个水啊就完全清澈了啊。其实这都是小问题啊，大家不要担心。如果你是缸内啊莫名其妙这个水浑的厉害，而且不是那种发白的浑啊，是有一种这个淡黄色的浑啊，基本上啊就是你缸内的一些什么枯枝啊或者是沉木啊腐朽然后导致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换水就行了。然而啊，这两天的浑水呢给我们这个缸啊带来了很多麻烦啊。但是你看这些鱼好像是变得更红了呀，发色更好看了呀。这个浑水啊没有给鱼带来什么实际性的伤害啊，但是对我的这个水草啊，本来这个长得挺好的这个南美插柱花啊，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子啊，全部秃了啊，飘到水面去了，刚才我全部把它捞走了。你看这边也是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浑水对这个插柱花伤害这么大，但是呢反观这个牛毛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刚才啊还发现串根了啊，之前呢我在这里种了几棵这个牛毛草，对吧，本来是想搭配一下这个小楼梯的，但是我发现啊你看串根都串到这边来了，这边我之前是没有种的啊，就是它把根啊串到这里来了。你看这里有几根牛毛草长出来了吧，我不知道后期啊会不会长满这边啊，把这边的插柱花都给吃掉了，呵，都是未知数啊，只能让它们慢慢长了。但是现在这个小茅屋啊还是有一点浑啊，就这一块就有点浑，对吧，但是其他地方呢都挺干净的啊。我估计啊再换两天水啊，这个缸就彻底恢复了。